根据全球资料机构 eMarket 的最新报告，2016年呢，全球最高的金额达到1.9兆，那亚太地区呢，又是全球成长最快速的，可能可以达到16年到1兆，啊，2020年才2.7兆。台湾的电子商务是一个相当大、相当蓬勃的行业，那希望透过这个展，能够让更多国际上去了解到台湾电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市场。目前不只是银行或者国内的电商，都纷纷在透过新的科技的力量去改变它的商业模式。那跨境的贸易其实金流绝对是其中的重点，对银行来讲其实就是一个新的机会。Some of the key e-commerce players with the biggest ambitions to help shape the e-commerce landscape right here in Taiwan and in Asia itself. We saw this as an opportune platform for us to showcase our products and services here. 我们是从去年10月的时候上线，然后主要在东南亚7国，包括台湾，在一年之内已经达到非常好的成绩了。而手机行动和社交的趋势，这两个趋势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一次来参展，主要的话呢，就是要把这个内容营销和这个互动营销带来台湾市场。我们现在要到视频互动年代，也就是说，我在用的这个过程中，可能粉丝就会问我，哎，它的这个质感是怎么样？你就可以马上回答。和对接会的一个行程下来哦，还是挺好的，所以下次的话我还是蛮希望带着我们那批学员再过来走一下这样。